我哋一齊讀一讀呢個經文啊，《羅馬書》8:18-23，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原文是將會脫離敗壞的核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好，但我們首先呢，我去解釋這個經文，然後呢我就給大家看到我那畫那個圖，然後呢就即係去幫助大家發掘更多同埋發掘神嘅屬性。咁嘅意思咧，我哋分析聖經有個目的，就係等我哋第一明白曬聖經講乜。嗱，我試過好多次啦，我哋明明講咗個經文，譬如個經文好簡單啦，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咁我問佢聖經講到信係乜嘢啊？咁我話你睇經文啦，信係乜嘢咧？大家可唔可以答到我啊？喺個經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係乜嘢啊？接待啦，係啦。但係咧，有好多人咧，佢睇咗經文，佢冇辦法答到我問題喎，硬係答咗第二樣嘢。聖經話咗，凡接待他的就是即係用個咩符號啊？等於接待就係等於信，即係話信唔係淨係頭腦信，係接待，即係好似你接待客人。咁我哋接待耶穌就接待耶穌入我哋嘅心，咁呢個就明白個經文，咁亦都可以由其他經文都去明白接待意思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就唔係睇個經文，不過我只係話喺聖經裏面講嘅説話咧，係詳細睇。譬如曾經我有一個經文咧，大家都可以翻去查嘅，《馬太11:28-30，就係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然後後面講到。耶穌話：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殼，我的羊飾，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呢度講到兩個安息嘅，你可以翻屋企用呢個方法查經，到底呢個安息嗱，你唔使查原文嘅呢個，你查中文，如果你識英文夾埋英文咧，到底第一個安息同第二個安息有咩分別咧？就經文去分辨。你試下查咗之後，你下個禮拜翻嚟，下個禮拜冇啊，下個禮拜係第一個禮拜，我哋就停一次嘅，再下一個禮拜。咁咧你就開始哇！原來經文有講，不過啲人硬係睇唔到，即係話意思係乜嘢呢？我哋冇去留心睇聖經，只係咧表面讀咗咁就算啦。咁咧所以咧聖經裏面有好多嘅含義攞唔到出嚟。咁我而呢個查經方法咧就來自有一次呢個聖經學會嘅人嚟到我嘅團契嗰陣時咧，係大約係71年左右啦。咁咧就喺嗰陣時咧。他就教我們畫聖經，將它分析。那我開始去做，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就開始對聖經留心看個內容，又發覺裡面發掘很多的內容。而當我發掘很多內容，我發覺有很多人呢，無論查經或者講聖經，或者他自己講到他的信仰，或者是甚至講到呢，有時有些人，我不是去批判人，不過呢，有些人他都是沒有解釋到個經文的內容，發掘到它裡面的意思的。咁嘅時候咧，變咗啲人咧係慣性就咁水往下背咁睇表面。咁呢、這個咁樣嘅睇性咧，有啲人就唔中意嘅。佢話：哇，成日都要咁樣留心睇，好用腦啊！我都唔中意讀書，又要咁用腦。但越唔用腦咧，個腦又越點樣啊？越退化喎，就越容易有老人痴呆症嘅喎。你想唔想有老人痴呆症啊？唔想啦，唔想咧，你越思想咧，你嘅思想越敏鋭。咁所以咧，呢種查經方法係有幫助。咁而個方法好簡單，你由1-2，有啲咩重點1-2、1-2咁樣寫，有啲咩前因後果寫個箭序，兩樣對立嘅就一個對立嘅箭序，係咩相而等嘅就等於。咁嘅時候咧，你查到個佢講乜，第一明白佢講乜，咁咧你已經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嗰啲詞有時你唔明白，你可以查一下嗰啲聖經啊嘅 concordances。在聖經工具全部都有搜索的，是不是？你查一個字，譬如安息，聖經有哪裡講安息啊？那你就抄抄抄抄抄，然後你對比為什麼啦，這樣
咁亦都可以查一啲聖經解聖經嘅啊，喺網上你揾安息，咁亦都有好多人解釋，不過你要分辨佢係咪啱定係錯。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對聖經已經有基本嘅認識，即係將佢分析咗內容講乜，有個基本認識。然後咧，仲有啲再深入嘅就係查原文啦。咁你唔使學原文喎，嗱你有機會學最好啦。不過兩種原文都係好難嘅，因為佢嘅文法係非常複雜。當你學過原文，你就話：哇，中文真係簡單。英文都係有文法複雜過中文，但係都係算係好簡單。但係希臘文同埋希伯來文係非常複雜嘅文法嘅。咁咧，但係咧，當你查原文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原來個意思係乜嘢。咁呢度今次我就冇寫到，但係有一度有將會嗰度係有原文咧，就可以睇得到嘅。好，咁我而家睇個經文，咁我就跟住一路解釋下。我想現在嘅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哋嘅榮耀，嗱有啲咩對比啊？呢度有冇對比啊？有啲咩對比啊？現在同將來，咁仲有現在嘅咩啊？苦楚，將來咧榮耀，嗱咁難唔難啊？唔難喎，嗱，即係原來對比就係而家嘅苦楚同將來嘅榮耀。而家嘅苦楚即係乜嘢啊？俾人哋乜嘢啦？大家唔使介意嘅，開心答得㗎啦。有啲咩苦楚啊？我哋有啲咩苦楚？而佢特別應該講到乜嘢苦楚咧？即基督徒罪啊！罪嘅苦楚 ，OK？ 有冇其他人？核制 ，OK？ 我相信佢呢度咧，因為講對比榮耀，即係話呢啲苦楚會帶俾我哋榮耀，係講到邊一種苦楚咧？為基督受嘅苦啊，同埋逼迫啊！即係而家受逼迫咧，如果比起將來要顯現嘅榮耀，即係話我哋呢個榮耀係神嘅榮耀定我哋嘅榮耀咧？神俾我哋顯於我哋嘅係神嘅榮耀定我哋嘅？神俾我哋嘅神俾我哋嘅榮耀，顯於我哋喺我哋身上顯出嘅榮耀啊，係咪？咁所以呢個經文就話俾我聽啦。我哋而家受嘅苦唔緊要㗎，我哋受逼迫俾人讥笑，俾人哋迫害唔緊要，因為咧耶穌會紀念嗱呢個由其他經文解釋啦，因為聖經有講到你為主受苦係有福嘅，咁咧神咧就會將來賜俾你賞賜啦。咁咧聖經有都講到義人必要發光，如同日頭嘅光喎，係亦到永遠添喎。咁所以咧呢度講到咧就係話我哋會有榮光，後面俾兩張紙向兩位姊妹啊。有啲人可以兩個人用一張啊嚇 ，OK 好嗱，我哋繼續咯喎，就不足介意啦，即係話不足介意嘅時候，即係邊樣大過邊樣啊？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整個咩符號咧？大家如果有學過數學，有個咩符號啊？係一個大過一個，係叫咩符號啊？知唔知啊？咁樣嘅符號啊，不過呢個我都冇喺嗰度畫到出嚟，但有冇睇過呢個符號啊？大過呢個符號，即係譬如話九大過三係咪啊？九大過三咁啊，呢個就個大過嘅苦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將佢倒轉啦。榮耀大過苦楚。嗱，咁雖然有啲人話咁樣查有冇用啊？個用途係咩咧？你會好清楚記得經文講乜。嗱，而家你唔望住經文，記唔記得啊？而家同將來比較，而家嘅咩比較啊？苦楚比起將來咩啊？係咩嘅榮耀啊？係啦，顯於我哋嘅榮耀，咁啊，即係話咧係神俾我哋嘅，不足介意，即係咩啊？唔緊要，即係話邊樣細邊樣大啊？係啦，榮耀大苦楚咧細係啦，咁係咪會記得啊？記唔記得呢個經文啊？係咪容易記啊？係喎，好啦。下一節啦，咁樣睇聖經係咪會有興趣啊？咁咧你可以揾一個人，如果有朋友弟兄姊妹有興趣一齊喺屋企查經啦，一齊咁樣查法，查不同嘅經文。嗱，你可以翻屋企查曬羅馬書八章，同埋我哋先講過馬太十一章28-30節，佢查咗呢個禮拜查咗，下個禮拜翻嚟我又會傳俾你嘅。咁樣咁希望咧，亦都將呢個咁嘅查經法可以傳開，亦都一陣間會講到就係神嘅屬性啦。19節，
好啦，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嗱，读埋下面喎，因为读完就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不是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好啦，就睇呢度先啊。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即系乜嘢啊？係啦，嗱呢度講受造之物包唔包括人呢？嗱，你睇下個對比喎，廿二節嗰度，一切受造之物一從炭即爐火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只有聖靈初結果子，廿四節心未嘆息。咁所以呢度受造之物包唔包括人啊？正常係包括。不過呢度佢好似對比喎，係咪啊？第廿一節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其實將來啊，將會敗脱離敗壞嘅限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咁咧受造之物包唔包括人喺呢一個經文？佢因為佢將會分開兩類啊嘛，一類咧就廿一節受造之物仍然唔好跟佢啊。將會脫離敗壞限制，能夠享受神兒女的自由榮耀，即是分開兩組，是不是？一組就是受造之物，一組就是什麼？另一組是什麼？神自由，是的，神的兒女，即是這兩組。因為受造之物可以包括我們，不過現在這裡呢，這個經文所講的就應該講到其他的受造之物。好啦，咁呢度講到咧就係十九節話，佢哋切望等候，好渴慕咁等緊喎。神嘅眾子係邊個啊？係啊，即係我哋啦，等我哋顯出嚟。咁咧就因為咧呢、這個顯出嚟即係咩意思啊？顯出嚟係咩咧？每一個詞你都問一問自己點解顯出嚟，即係點解啊？顯出嚟，大聲！你用手動作出現係幾時顯出現出嚟咧？你睇埋下文，係講到幾時出現呢？得享神兒女自由榮耀嘅時候啊！即係我哋將來幾時會享受神嘅兒女自由榮耀啊？幾時啊？新天新地，呢個咧係應該講到新天新地啊，因為咧。佢將來會脱離敗壞嘅限制，又享受神兒女自由嘅榮耀，所以呢度係講到將來嘅我哋可以享受神嘅榮耀啦。咁咧，佢就希望等候呢個神嘅眾子顯現，所以呢個咧係講到基督徒將來我哋嘅身份顯露出嚟。嗱，而家嚟講咧，你望落我哋嘅樣，你唔知我係咪神嘅兒女嘅喎。但到將來咧就好明顯嘅啦，到審判嘅時候咧就會好清楚啦，因為到審判嘅時候。神的兒女會怎樣啊？會帶有什麼啊？冠冕榮耀啊，即是我們會有榮耀。而那些沒有信耶穌的人又會怎樣啊？或者沒有跟從耶穌的人會怎樣啊？他們就沒有榮耀，比現在更加淒涼的樣子啊。他會比現在更加淒涼，因為現在仍然有神的恩典維持他的生命，他仍然是，你看他的樣子都肥肥白白、舒舒服服咁樣噶嘛，到將來呢啲恩典都會攞走嘅，所以咧嗰啲人去地獄見到嗰啲人咧係即係不似人形嘅，係好淒涼嘅，佢哋冇即係冇神兒女嗰種嘅美好嘅。好啦，就係受造之物等候神嘅眾子顯出嚟，同埋講到咧受造之物喺咩狀況咧？喺咩狀況？廿二十節係一個咩狀況啊？虛空之下，呢一個虛空所指的就是一個，即是一個他控制不到一個受苦、一個困難、一個啊，即是沒有豐盛生命的狀況。受造之物呢，他現在都是挨餓的，是吧？受造之物都是辛苦的，正如人都是有辛苦的，雖然人可以有開心，但也都有辛苦的。好了，這裡講到呢，他們自己不想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那這兩樣是一個什麼比，是一個什麼比較啊？不是他自己想的，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是一個什麼比較這個？是等於啊，還是什麼呢？這個對立啦，即是不是他想的，而是那叫他如此。那到底誰叫他這樣的呢？
係邊樣嘢叫佢咁嘅咧？係人類犯罪之後，當人類犯罪嘅時候，神就話地要因你嘅緣故受咒詛，所以咧萬物都係受咒詛之下，所以咧佢係受苦嘅，佢哋就喺虛空之下。嗱呢度咧就嗰個對比兩個群體就係、是、一個咧就係受罪之物，第二個咧就係神的種子啦，所以一同埋二啦。咁咧同埋呢個對比啦，就係一個虛空。啊，唔係呢個，啊唔係自己願意嘅，乃係乃叫他如此嘅。好啦，廿一節呢度咧就啊，中文聖經就翻譯指望，指望同埋將會分別大唔大啊？譬如話，我指望將來有一日我會發達咁樣，同埋我將會發達有冇分別啊？有啊，好大分別。一個係發會發生，一個係唔知啊。係啊，一個唔知嘅。咁咧個原文係將會，你睇英文聖經咧，你可以睇到其實英文聖經你可以睇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但 King James 係比較古老，你可以揾 New King James Version。咁你有一個咧就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好多人用，但係佢就比較佢係啊唔係咁跟原文嘅翻譯聖經嚟嘅，佢係比較啊即係講嘅説話係啊比較現代化嘅，但唔係咁跟原文嘅。就講到咧，就係話受之物將來會脱離敗壞嘅核制，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好啦，脱離敗壞嘅核制係乜嘢咧？呢度講到敗壞核制，又會享受神兒女嘅自由榮耀，即係話呢受造之物啲動植物而家係咩狀況啊？係會乜嘢啊？會敗壞。咁點解係核制咧？因為個敗壞控制住佢，佢冇得選擇嘅。動物、植物都會老嘅，係咪？都會衰殘嘅，都會死嘅。咁所以佢係受呢個核制。咁咧，佢將來會脱離喎，脱離咗呢個敗壞核制，然後咧會得到乜嘢？享受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嗱，我喺呢個查經嘅頂度問咗個問題：受造之物能否去新天新地？由呢個經文，我哋可以達到咩結論呢？嗱，點解我話新天新地唔係天堂呢？因為聖經咧係有講到啊天堂啦，但係咧又講到新天新地從天降臨嘅。咁所以我哋將來居住嘅地方咧就係新天新地嚟嘅。而家嘅人死咗就去天堂，而家嘅人死咗就去天堂嘅。但係將來耶穌翻嚟嗰時咧，就會有新喺審判之後就會有新天新地，我哋就會住喺新天新地裏面，永遠同神一齊嘅。聽唔到天堂嘅分別咧，就係嗱聖經講到有一樣嘢發生，耶穌翻嚟嘅時候，我哋會復活。但係而家啲死人喺天堂復活咗未啊？未復活，所以而家人喺天堂係我想問下大家，肉體同埋靈魂佢有邊樣啊？佢而家喺天上，佢有肉體、靈魂係兩樣都有，定係有其中一樣？靈魂，即係而家嘅基督徒在天上係有靈魂，但係將來咧係點啊？所有嘅基督徒會復活，復活係即係有乜嘢啊？有身體嘅，新天新地嘅分別就係有身體。不過呢個身體係咩身體咧？喺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講到係榮耀嘅身體，喺剎一剎時眨眼之間，一切都要改變啊！我哋要改變啊！咁咧，我哋變為榮耀嘅。咁咧，嗰啲啊攪壞嘅，所有攪壞嘅都要改變。咁但係咧，我哋就變為不攪壞嘅，變為改變，變為攪啊不啊攪壞嘅變為不攪壞。好啦，就先你講到樂園。嗱，有好多人咧就同用一個字眼嚟到決定嗰個字眼嘅意思。我想大家查經咧，最好唔好咁樣，因為聖經咧有時同一個字眼可以有不同意思嘅。譬如獅子。獅子係好定係唔好？我想問你，聖經係好定係唔好啊？好定好？有冇唔好啊？邊度唔好啊？邊度話唔好啊？咆哮嘅獅子啦，邊度話好啊？猶大嘅獅子，所以咧，我哋就係憑獅子唔可以判定係好定係唔好。好啦，樂園幾時有呢個詞咧？耶穌同嗰、那個。被釘十字架強盜話：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咁有啲人就話：而家信耶穌人死咧就去咗樂園，
就唔係去天堂。好啦，大哥，我問你個問題。耶穌跟住，耶穌話：父啊，我點樣啊？我將我嘅靈魂交在你嘅手裏。記唔記得耶穌十戒七言第六句，然後最後一句係成了。未講之前咧，就話父啊，我將我嘅靈魂交在你嘅手裏。呢句説話跟住佢就將靈魂交喺邊度啊？天父，即係去邊度啊？去天父嗰度啦，係咪啊？天父嗰度係邊度啊？天堂。天堂。佢同高強度話：今日你要同我再樂園你，即係佢同邊個一齊啊？同耶穌。耶穌同邊個一齊啊？強度。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嘅手裏，你嘅手裏即係喺邊度啊？天父嗰度，所以佢係去天父嗰度。個強度即係去邊度啊？去天父。咁樂園同天堂係咪有分別定係冇分別咧？係一樣。嗱，點解有啲人話分別咧？佢因為個名詞，因為名詞，因為樂園意思即係快樂嘅地方，天堂係咪快樂嘅地方啊？係。不過有啲人就話有地獄、有天堂、有樂園。而家暫時啲基督徒咧死咗去樂園，到底呢個係咪有聖經嘅根據？我就由啱啱我哋先所講嘅。耶穌話：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嘅手裏，即係交喺邊度啊？去咗邊度啊？天父嗰度啊嘛，去到手裏面啦，係咪啊？喺神嘅手中啊，即係話去到天父嗰度咯。然後佢同呢個強盜話咩啊？今日你要同我在同係同我啊嘛，係咪？同我在樂園，即係強盜同邊個一齊啊？同耶穌一齊。耶穌同邊個一齊啊？天父。咁即係樂園喺邊度啊？即係天堂，即係冇。冇證據證明樂園有另一個地方，即係話啲基督徒咧就喺樂園嗰度玩耍，神就係天父咧，耶穌咧就喺天堂，佢哋咧就去唔到天堂，淨係喺樂園裏面。呢個咧係有啲人嘅釋經，但係冇聖經嘅支持，只係憑咩咧個字眼樂園天堂。我哋可唔可以由呢個字眼一定判斷樂園就係唔係天堂咧？其實冇證據嘅，係咪啊？樂園即係快樂嘅地方啫嘛，天堂都係快樂嘅地方㗎，都可以一樣㗎嘛。即係所以我哋釋經唔好由一個字眼，係要由上下文。大家明唔明啊？我哋先啱所講嘅説話。嗱，呢啲嘅神學邊度嚟嘅咧？啱所講呢個係時代論嘅神學。時代論有好多嘅觀念，佢哋係會用字眼嚟解釋嚟到咧去判斷一啲嘅神學。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啦。即係話咧，我哋其實咧。基督徒死了之後去天堂，除了聖經的支持，亦都有很多人的經歷，很多人的經歷是多到不得了，亦都有些人呢，因為他們是死了救回來，他回來的時候他說看到什麼？看到耶穌，看到天堂，去天堂一遊，是吧？都有很多人，亦都有些是牧師來的，他回來呢是整個生命改變，因為耶穌講到就是說有我哋嘅乜嘢睇到佢嘅生命啊？我哋由乜嘢睇到人嘅生命？係由果子，呢啲人嘅果子翻嚟好唔好啊？係非常好啊！有啲人咧係無神論，喺佢最後嗰刻，佢見到咁慘，佢就呼叫耶穌，跟住耶穌俾佢機會翻轉頭。咁咧亦都有牧師咧去到天堂，神俾佢睇一睇天堂，又俾佢睇一睇地獄，又翻嚟，佢嘅生命就更加唔同啦，即係好熱切咁樣傳福音，即係話佢嘅果子顯出佢真係俾神改變。而他們的見證都是說去到天堂見到耶穌，見到這個寶座，但是看不到寶座上的樣子，也都見到天使，見到很多人敬拜，這些都是很多人所說的。所以這個只是之前的，這個不可以作為我們信仰的根基，但我自己先所說的就是由我們的信仰的根基。 OK，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了，就是說他們將來會脫離敗壞的核制，得享神與你自由的榮耀。這兩樣是一個什麼啊？是一個對比，即是說這個敗壞核制和神與你自由的榮耀。我想問大家，由得享神與你自由的榮耀，可不可以說受造之物將來都會在新天新地呢？可不可以說他們都在新天新地呢？憑什麼可以說呢？是的，因為會享受啊。是誰享受啊？
係邊個會享受？大聲啲，受造之物會享受，所以我哋要留意嗰啲字眼啊。受造之物會一齊會享受神嘅兒女自由，咩意思啊？即係自由，即係唔係捆綁噶啦，開心快活噶啦嘅榮耀。同埋上面嗰度講顯於我哋嘅榮耀，即係話佢哋會點樣啊？呢啲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有冇榮耀啊？將來有，點解有？話俾我聽，經文點解有？得享咪即係有份咯，同埋享受咯，係咪啊？咁所以咧，呢度係講到佢哋會脱離拜偶像制，同埋享受神兒女自個自由嘅榮耀。所以呢個係對比啦，即係話脱離呢個拜偶像制，享受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好啦，跟住廿二節咯，我哋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咁呢個即係將佢嘅情況講出嚟啦。廿三節啦，不但如此，就算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你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熟。咁呢度講到咧，我哋有聖靈初結果子咧，呢度咧你要睇翻到底係我哋係即係呢個果子係邊個結嘅？聖靈結。係呢個果子咧，因為聖經有講到我哋都係神嘅果子。定係我哋結嘅果子呢？聖靈係聖靈結嘅，係聖靈結啦。就譬如咁啦，我哋會傳福音，聖靈結啦。但係邊個傳啊？係我哋傳噶嘛，係咪？咁我想問你呢度，聖靈所結嘅果子，我哋有聖靈所結嘅果子，係指聖靈嘅果子就係我哋，我哋就係神聖靈產生嘅果子。因為我哋會結出啲果子出嚟，即係靠住聖靈結啦。係邊樣啊？靠著聖靈所結，因為呢個經文咧，我亦都查翻個原文咧，係講到我哋有聖靈結嘅果子嘅。咁咧，咁呢個用初結咧，因為咧喺舊約聖經咧，佢哋獻上祭物一定係獻上最美好嘅，就係初結，初結嘅果子。咁呢度就講到聖靈喺我生命中咧產生呢種果子，好似初結果子咁樣咁美麗嘅果子啦。咁我哋有聖靈初結果子，都係心裏嘆息話等候得著神兒子嘅名分。嗱呢度有對，係咪有對比啊？就係咧，我哋會嘆息嘅，嘆息係屬於乜嘢？同上面乜嘢對比啊？同上面有邊幾個詞係同呢個相類近嘅？有邊個相類近啊？苦楚，苦楚係啦，睇先。虛空係啦，冇錯啊！而家咧你就睇緊聖經啦，我就想你睇聖經答我。仲有一樣添係乜嘢咧？指望嘆息，嘆息係啦。OK， 仲有咧？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就唔係即係唔同嗰樣嘢。而家講到佢個嘆息咧，敗壞嘅核制啊，即係都係呢啲講到，即係話所有呢啲嘅捆綁啊，包括乜嘢咧？由二十節開嗱，第十八節開始苦楚，我哋都有苦楚啊，係咪？第二十節虛空，第廿一節敗壞嘅核制，第廿二節嘆息勞苦，咁同埋我哋而家咧都有嘆息啦。咁所以呢幾個咧係相連嘅，即係話原來喺呢個世界上受造之物同我哋都係受緊苦嘅，我哋都係受苦嘅。如果我一信主即刻可以上天堂咧，就最好啦。我真係咁啊，最簡單啦。所以有咩人可以有呢個機會呢？有啲人喺耶穌翻嚟嗰一陣之前嗰幾分鐘信咗耶穌咧，嗰啲就真係唔使經歷過。不過嗰陣時世上都有困苦嘅，不過咧喺嗰陣咧，佢真係好快脆就上咗天堂啦。我哋都想啊，係咪？不過咧，亦都有咁諗喎。在这个世上也有个机会我们可以见证神，是吧？荣耀神，这个都是美好的，也都是我们有今生得到神的同在，也都来生得到神的赏赐。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说一个叹息，然后呢我有圣灵初结果子，还有呢我们得着儿子名分，这个是一个对比来的。然后得着神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是什么意思呢？身体得熟，我哋會有靈魂得熟喎，咁呢個身體得熟係咩意思呢？
體啦，脫離咗敗壞，身體咧就變為榮耀嘅身體啦。咁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將來咧就身體得熟，就脫離呢啲嘅彈息啦。嗱，咁樣查經，起碼第一咧你就明白咗經文嘅意思。咁咧就同埋咧，我哋就發掘神嘅屬性，然後咧就應用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好啦，神嘅屬性有啲乜嘢？大家一齊睇十八節開始，有啲咩神嘅屬性？係啦，嗱，榮耀就一個詞咧，就唔係好講到嘅，要講成句出嚟先得。大聲講啊！係神有咩屬性啊？顯於我的榮耀。嗱，呢個係咪神嘅屬性？係我哋神俾我哋啫。神嘅屬性係咩咧？佢係尊貴充滿榮耀嘅，神係充滿榮耀嘅，同埋佢係願意將呢個榮耀點樣呢？分俾我哋嘅，我哋神嘅兒女都會得到嘅，凡係有耶穌救贖嘅人都會得到嘅，而下面講到咧受造之物都會得到嘅，咁所以呢個第一就係話神係有榮耀嘅，佢又唔係將呢榮耀收埋俾自己嘅，佢會分享俾我哋嘅，我哋可以享受嘅。咁亦都咧，另外嘅裡面有嘅意思咧，就係話咧，神係會對於我哋苦楚點樣睇法咧？神對於我哋嘅苦楚，神見到基督徒為主受苦，佢會有啲咩睇法咧？嗱，你睇住經文去思想，唔使唔緊要嘅，你答錯唔緊要嘅，即係苦楚將來會帶嚟榮耀啊！即係神對於我哋嘅苦楚有咩睇法啊？唔緊要啦，佢會點樣？佢俾翻上次。係啦，會俾翻上次，即係話佢會紀念，係咪？紀念先到上次啊嘛。佢紀念我哋為主受嘅苦楚，由佢將呢個榮耀俾我哋。咁即係話咧，神嘅屬性咩？佢係冇失憶症嘅，佢係完全記得曬所有嘅嘢，同埋佢會留意。公正。係啦，公正。每一個人所有為主受苦同埋所有好嘅行為，神都全部記曬。紀念曬，永遠唔會忘記，永遠賞賜，永遠將榮耀賜俾我哋，係咪好好啊？嗱，呢個就係神嘅屬性嘅特色啦。佢係唔善忘嘅，佢一定會俾翻我哋嘅，俾翻好嘢俾我哋嘅。十九節啦，有咩屬性呢？神會顧念佢嘅呢啲受造之物同埋咧神嘅眾子啦，即係會顧念佢哋，佢哋將來都會顯露出嚟嘅，即係佢哋嘅身份會顯露出嚟，我哋會有呢個尊貴身份。我哋而家咧喺一個狀況咧，就係人哋睇唔到我哋嘅尊貴身份，但有一日咧，全世界都會睇到我哋係有神嘅尊貴身份，係有神嘅榮耀。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信靠主，我哋所做嘅一切都唔係枉然嘅，神係會永遠紀念嘅。因為神係一個永遠紀念嘅神，亦都掛念我哋嘅神。二十節啦。神有咩屬性喺呢度？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喎，有啲咩屬性喺呢度？虛空喎，呢個係困難噶咯喎。神有一個屬性就係公義嘅，因為人類犯罪，咁咧動物都受累連累，都一齊伏在呢樣嘢之下，即係因為有罪嘅緣故咧，都係會即係罪一定有佢嘅刑罰。一定有佢嘅後果，但係神係想救我哋，但係始終都係有呢個後果嘅。第二十節睇到咗，第一節啦，受造之物將會脱離敗壞核制，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睇到咩神嘅屬性咧？大家可以自由去諗啊，唔好諗住葉牧師你會講嘅啦，我唔講住啦，等你講啦咁。又驚自己講錯，我想你用多啲你個腦咧，咁你個腦都會發達啲喎，少啲有老人痴呆症喎。同埋咧，你發掘到咧，你第一我想話，除非你講嘅完全違反聖經，如果唔係你就算嗱啱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啦，咁啊最啱嗰個十分啦，咁你就算唔係最啱嗰個都唔緊要嘅，係咪？咁所以咧唔緊要嘅，你試下講啊。神會為我哋預備一啲嘢。係啦，預備啲乜嘢咧？脱離依個敗壞就係啦，嗱呢個準備咗，我哋想將會。係啦，脱離敗壞核制，即係話神會乜嘢啊？脱離敗壞核制，即係乜嘢啊？救啦，係啦，會救我哋脱離敗壞核制。佢係一個拯救嘅神，佢唔係想人永遠都受苦嘅，佢係想救我哋。好啦，下一樣，即係每一個經文、每一個意念，我哋都可以揾佢嘅意思嘅。仲有咩咧？
神的儿女将来会有什么？神的荣耀。是荣耀，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包括他的属性和他的慈爱的。因为在摩西那里，摩西是求见神的荣耀，神就说，神的答他是什么呢？我将我的荣，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即是他的荣耀包括他的恩慈和他的属性的。咁同埋呢個榮耀係點樣？呢度形容兩個字詞喎，係有邊兩個字詞形容呢個榮耀呢？自由，自由即係話點啊？呢個榮耀係點樣噶？係輕鬆快樂嘅，喺天堂係冇壓力嘅，好自由嘅。同埋仲有一個咩字啊？兒女就享受到啦，得到啦。那個字是什麼呢？個享字啊，即是說這個榮耀是可以什麼？可以享受的， 是舒服的，是開心的。好了，另外還有一件事，在這個經文看到神的屬性，有一節講到受造之物，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呢？神是怎樣呢？愛，愛什麼呢？所有受造之物。是的，連受造之物都愛的，連受造之物都愛的。這個就是神那種的特色，他不單止愛人，他愛埋啲動物的。所以聖經都講，他會睇住啲麻雀，係咪？好啦，廿二節有咩神的屬性呢？呢度咧都是神的公義啦，因為萬物咧受造之物都一齊嘆息勞苦啦，因為原來從神隔開咧就會有苦噶啦。原來神就是恩典的來源啦，呢個係正面啦。神是恩典的來源，跟神隔開就會有嘆息勞苦，就會有辛苦的了。其實這些每一點可能大家很快會不記得，不過我想大家這樣記怎樣呢？原來嘆息勞苦就是跟神隔開，跟神一起就可以脫離這些嘆息勞苦的，就可以開心可以快樂。我現在就算有壓力我都可以開心快樂，就算這一節經文你又想著我現在有耶穌，我現在都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榮耀，可以開心快活，我不用被那些嘆息勞苦壓住，這樣都可以越來越輕鬆的。我自己就是這樣，每天都宣告我現在不用嘆息勞苦，我在神的愛裡面，神歡喜我，神喜歡我的。即是任何一個聖經的觀念都可以成為我們的鼓勵，當我們明白神的屬性，每一個觀念都可以成為我們的鼓勵。好了，23節，我有聖靈充滿果子的，這一度看到神什麼屬性呢？神是會乜嘢啊？神是會係啦，會幫我哋結果子嘅。聖靈會結嘅。你總之俾聖靈住喺你心中咧，聖靈就會結果子啦。聖靈神喺邊度，嗰度就有乜嘢咧？果子。神喺邊度，嗰度就有果子。所以我一親近神，神就喺生命中產生果子啦。咁咧，我哋自己嘆息勞苦，等著得著神兒女自由嘅身份。的名分，咁呢度俾我哋睇到咩屬性啊？愛咩愛咧？嗱，你講出同個經文有關要，父親係啦，父親佢係我嘅爸爸，所以你同天父傾偈，你可以爸爸可以咁樣稱呼佢嘅喎。爸爸，我享受你，我係你嘅仔，我係你嘅女，你中意我嘅咁。同埋我哋最後嗰度講乜嘢咧？我哋睇到神咩屬性咧？身體得屬有咩神嘅屬性呢？神創造身體，然後點樣呢？救恩，你講嘅係啱嘅，再發展多啲啊！能力權能，能力權能 ，OK。你喺個經文嗰度揾，我哋身體得屬，即係話嗱，我哋諗翻歷史啊，神造嘅身體啦，做亞當夏娃時係完美嘅。如果佢哋冇犯過罪，他就會永遠有這個榮耀的身體，但是他犯罪失去了，身體敗壞，會病會老會死。現在神又會將這個身體救贖，讓我們能夠買回，能夠有個榮耀身體，即是神做過的事全部都會恢復，是不是？受罪之物會恢復，身體會恢復，靈魂會恢復。原來神是會將全部他做的全部都好事來的。佛教會話身體是臭皮囊，但聖經話不是，我們的身體是榮耀的身體，可以得著榮耀的。所以這個看法是很不同的，okay。 所以呢，其實經文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個
白的圖啊。現在的苦重是一啦，將來要顯咗嘅榮耀是二啦，係對比嘅。而家嘅苦楚，將來個榮耀係兩樣係對比嘅。雖然苦楚大，但係咧將來神係永遠紀念嘅。好啦，十九節，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嘅眾子出嚟，有兩個群體，一個就受造之物，一個咧就係神嘅眾子。牧師，我想問咧，受造之物包唔包括天使啊？嗱，天使包唔包括咧？由上下文，我想大家諗一諗，我唔答住。在这里我要讲这里，这里包不包括天使？由上下文你看回你的纸，那里受造之物现在有什么状况？实际不包括，是吧？因为它讲到实际，这个就是由经文找答案了。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习惯，由经文找答案。好啦，跟住二十節啦，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係因他叫他如此嘅，即係呢個對比啦。佢唔係自己想嘅，係因那叫他如此嘅。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原文係將會出嚟拜位嘅核制得享神兒女自由榮耀。咁呢兩個其實都可以對比，可以話個箭嘴對比嘅。咁而呢，我特別 mark 咗黃色，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點解我 mark 咗黃色呢？重點係乜嘢啊？啲受造之物會點樣啊？是的，享受神兒女自由榮耀，即是他們將來會怎樣？會有榮耀，會有自由，而且他將來會怎樣呢？他是否會消失了呢？不會消失，這一句經文告訴你是不會消失，即是他們會享受神給我們的自由的榮耀，他們都會享受的。好了，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起嘆息勞苦，而且我們這些有初次聖靈那些也都是心裡嘆息。 OK， 咁所以呢度咧，呢、这個一，呢個兩個群體，一個受造之物，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呢個初結果子嘅，即係兩個群體，一個就係受造之物，第二個就係初結果子嘅聖靈初結果子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一個就是嘆息，呢、这個等候神兒女嘅身份。嗱兩樣嘢，呢、这個其實係可以對比嘅。呢個係咪對比咧？某程度對比啦。而家嘆息，不過我哋有盼望嘅，嘆息之中有盼望嘅。咁所以呢個可以係對比嚟嘅。乃是我哋身體得贖，我擺個等於喺度，因為乃是啊嘛，就係將來咧，我哋會身體得贖嘅。我哋得著呢個名分啦，而家都有呢個名分，但係呢個將來得呢個名分係顯露出嚟嘅，即係將來會。而家普通人講啲説話，你額頭作咗個字咩咁？我哋真係咧，將來未必真係個字啊，而係真係我哋身上有呢個榮耀，係有呢個身份嘅榮耀嘅。咁就係個身體得贖啦，我哋身體會顯出神嘅榮耀出嚟。第一個等於係咩意思？即係呢個得著呢個兒子身份嘅時候，呢、这個顯露出呢個兒子身份。嗱，呢個得著咧就唔係指，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係神嘅兒子啊嘛。聖經話我哋而家，所以呢個咧係講到得著咧，係講到係彰顯出嚟，呢、这個身份彰顯出嚟，即係將來咧就會係所有嘅人都見到我哋係神嘅兒女啦。喺嗰時候亦都係身體得贖，即係等於就係話唔係啊，第一個等於喎。第一個等於係嘛？第廿三。呢、这個等於係好長嘅。佢哋又嘆息勞苦，我哋又喺度心裏嘆息，即係我哋大家都受緊苦啊！那個意思即是相類似，受造之物又受苦，我們又受緊苦，那個等於在那裡，即是大家都一起受緊苦。 OK， 這些我想說是沒有絕對答案的，個要點就是總之你去分析，你找到某程度，你分找到多少都不緊要，你越找就越多，你越找越豐富。他之後講盼望是24節，即係廿三節之後咧，係個等候其實係咪即係等於盼望？係啊，都係會即係話有呢個盼望啦。咁一路睇落就會有，即係都會有呢個盼望，所以我哋會盼望喺呢個講係來生嗰個嘅，呢度係講來生嘅。OK， 好啦，神嘅屬性啊，我哋一齊讀第一行先嚇。神充滿榮耀，神將榮耀賜給基督徒，神關心人和生物。
神胜过败坏的辖制，他是自由，他赐自由。你看嗰啲图先啦，第一个图咧就系啲人画啦，好多啲生物喺度。嗱，都有好多人去天堂咧，见到啊嗰啲生物啊，见到啲花草树木啊，都会赞美神啊咁样嘅，都系即系都系好特别嘅。同埋咧，有个人咧叫做 Robert Liardo， 佢就讲佢坐喺佢将来间屋嗰度。咁佢咧就坐喺個 sofa 咧，係因為探一個人，佢探一個基督徒。佢坐喺 sofa， 佢都好舒服，因為咧我哋普通坐凳咧，咪坐咁上下咧又唔舒服，喐下噶嘛。佢話喺天堂嗰啲唔使噶，你一坐咧嗰個 sofa 會跟住你嘅形狀咧會 fit 你嘅，坐得好舒服。啊，我喺度諗，啊唔知 sofa 係咪天堂都係生物嚟嘅咧？都係咪都係會調教咧？咁咧即係話。即係將來咧，總之喺嗰度乜嘢嘢都會對神有回應嘅，所有嘅喺天堂嘅嘢都係好似活生生咁有生命咁樣啊！嗱，呢個啱我講呢個咧，只係由嗰個推論嘅啫，冇聖經嘅根據嘅。不過呢度動物咧就睇到係聖經有講到嘅，咁佢去到嗰啲花草樹木啊，都會唱歌啊，同埋咧佢話嗰個細路小朋友嘅時候一踩落去，一呢個腳哇，嗰啲草即刻已經上翻翻嚟喎，一踩落。又上咗翻嚟喎，咁咧同埋佢又貪得意啊！佢掹下嗰個天使嘅羽毛，因為佢企喺個天使隔離，佢天使好多羽毛掹，啊掹都掹唔出嘅喎，即係佢咧一個，佢係一個好一個好特別嘅牧師啊！佢寫啊本書咧叫做《God's Generals》，佢揾出好多個復興嘅牧師啊！佢嘅生命唔單寫書，佢亦都喺網上 YouTube 咧，你揾《God's General》，你會見到佢評論好多個關於。啊！被神大力使用嘅人，其中佢覺得最好嘅就係 Catherine Kuhlman， 咁就呢個人咧，佢講到佢細嗰陣時去天堂嗰種情景，佢亦都形容得好生動噶。好啦，第一就係神係充滿榮耀，佢又願意將呢榮耀俾我哋嘅喎，同埋人神係關心人同埋生物嘅，唔係神做咗生物咧就呢啲係次等嘅，係一樣係寶貴嘅。神咧勝過敗壞嘅限制，雖然而家犯罪有敗壞限制，但係神勝過。神是自由的，祂又將這個自由給我們，所以在神裡面我們現在都可以學習多些自由，輕鬆多些，越開心一個人越釋放，越有煩惱就越重擔的。下面一齊讀，神除去嘆息和苦，神賜兒女的名分，神救贖我們身心靈。這裡先看完那個圖，第一中間的圖就是不再有嘆息和苦，還有很開心很自由輕鬆的。其實小朋友就看到神是輕鬆自由，他做的小朋友都是出世就是很輕鬆的。好了，神是會除去嘆息勞苦的，神呢又給我們這個兒子名分，神呢又救贖我們身心靈，整個人都救贖的、okay? 好，大家這樣看經文的時候是不是會深刻印象很多、啊、也都可以答人，聖經真的有說將來在新天新地有什麼、啊、有生物在這裡的，我們一起享受的，而他們那時候就不再是咬人的了。在以賽書是有兩處有講到獅子和豺狼和綿羊一起的，那些蛇啊和 BB 又一起的，這裡也是講到這個情景。所以這裡我們就看到萬物都是屬於神，所以我們去自然界不要見到朵花又拿了出來，見到蟲又踩死它，即有時有些很難避免，有時你走路即踩到，但是那些是你避免不到，但是可以避免呢都愛惜這些神的生物。 我也都看重環保，因為呢環境最重要是這個環境是神造的嘛，即好像有個人整個花園，那你喜歡這個人你不會入個花園不會猛地拔他的東西，我們會照顧這個花園，那神造這個宇宙我們都會照顧，那這個就是基督徒呢都會珍惜這個世界，也都會支持環保的一些聖經的支持。其實這個經文所講的意思，什麼經文呢？就在乎人怎樣去解釋，不是在乎任我們解釋，我們是要找出神的原本的意思。我們釋經不是要用我的意思解釋聖經，我要找出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到我是留意聖經的字眼，到底神人的靈向上升，
動物嘅魂向下，到底係點解咧？係佢消失啦，落地獄啦，依個咩解釋咧？呢、這個經文我可以咁話，唔係一個清楚嘅經文話俾我聽，佢向下即去邊度？冇，即係我要分辨咩叫清楚經文。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呢、這個清唔清楚？我想問大家，係清楚，清楚經文同埋唔係咁清楚嘅經文，邊樣解釋邊樣？我想問大家，清楚解釋，清楚解釋唔清楚嘅經文係咪啊？因為有啲經文講到得救好清楚㗎，係咪？咁所以咧，我哋有其他經文同佢有關嘅時候，我用清楚經文解釋唔清楚經文。咁所以喺呢個經文所講嘅人嘅靈向上升，咁我哋嗱其實都有分別㗎。嗰啲唔信主嗰啲都唔係向上升㗎，所以佢講一個普通嘅原則，信主嘅會去上上升咯。咁到底佢向下係到底咩意思呢？可以只係話佢哋暫時唔上得天堂住嘅，佢哋未有機會嘅。不過由羅馬書八章，我係好肯定佢哋將來係會去天堂嘅。咁但係到底有幾多生物去天堂咧？我就唔知道。因為點解咧？到底係咪種種生物都去咧？我又唔知道。不過我知道一樣嘢，無論毒蛇都好，去到個係唔會咬人嘅，唔會即係佢總之佢啲毒唔會傷人嘅。去到新天新地，佢唔再係毒蛇，佢唔再係有毒嘅。但係到底係咪咩昆蟲都有咧？曱甴有冇咧？我唔知道。蚊有冇咧？我唔知道。我只係話我唔知道，但係咧我知道一定有受造之物係會去到天堂嘅，即係去到新天新地嘅。咁呢個係由聖經裡面去支持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嗱，我哋釋經咧都有用好重要，分辨乜嘢係嗰啲係教導性嘅經文。同埋歷史經文，我哋要分開咩叫？同埋咧，呢啲詩詞嘅經文，我要分開嘅。教導性經文呢、这個係教導性經文，佢係講一啲真理出嚟，呢、这個教導性。歷史性嘅詩壇主要歷史性。摩西五經。摩西五經有歷史，但亦都有教導嘅。佢每一句不同嘅，個重點就係我哋要分辨。到底呢個經歷係咪我哋以後重複一樣？抑或係可以有呢個經歷，不過未必一式一樣。譬如其中一樣嘢爭論性嘅就喺《使徒行傳》，佢哋有講方言啦。到底係唔係我哋以後同佢一式一樣講方言呢？嗱，有一樣嘢肯定唔係好同嘅，有時同，有時唔同。《使徒行傳》第二章佢講別國嘅話嘅，咁有啲人又話有呢個經歷，不過亦都有好多人冇嘅。咁所以嗰個經歷。到底我哋而家係有幾多會重複呢？喺羅馬書第哥林德前書第十四章嗰度，方言咧係講到係有方言嘅喎，咁所以咧係會有重複嘅。不過係咪一式一樣，我哋就即係呢個要判斷啦。到底係咪真係講到別個話？有啲人就話，但係咧呢樣嘢係肯定唔多嘅。咁所以我哋睇歷史嘅經文，我哋就要判斷呢樣嘢到底而家係發生有幾多。亦都係咪我哋信心更大，係可以有更多呢？咁呢個我哋可以去分辨，即係釋經嘅時候要分辨乜嘢係清楚聖經講嘅經文，同埋歷史發生嘅事。譬如過紅海，將來我哋可唔可以再過紅海咧？呢、這個歷史發生啦，咁係咪將來我哋有急難嗰時可以過紅海咧？即係可以將佢分開咧？可以嘅，不過呢樣嘢係咪一個時時可以發生嘅事咧？我肯定唔會時時發生啦。係咪將來可以某時發生呢？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判斷啦，即係話歷史嘅經文到底係咪可以重複發生咧？呢個係一個神學上辯論嘅嘢嚟㗎。因為譬如關於方言啊、聖靈充滿啊，好多人就會話係咪一定好似照住《使徒行傳》，但係由其他經文話俾我聽，你們都要被聖靈充滿，即係聖經有講到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詩詞嗰類嘅 figurative language 嗰啲咧，我哋知道咧就唔係照字面解釋嘅。譬如話神咧用佢嘅翅膀遮蔽我哋，我想問神係咪有翅膀咧？好似天使咁嘅咧？嗱，啲人就冇講到見到神係有翅膀嘅，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比喻嘅經文。聖經有好多嘅，好似六翅無稽上咪詩人即刻變咗四隻腳咁跑去神嗰度咧？係咪四隻腳跑去咧？佢係一用兩隻腳，係咪真係跑去咧？因為佢心渴慕咧。裡面有好多，譬如啟示錄啊，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大嘅題目。咁其實我網上有講啟示錄啊，你大家去睇。不過咧，會令到你好
慎行啊，因為有好多人解係好唔同噶。咁我哋都求主幫助我哋有智慧去分辨神嘅話語。咁我想問大家一樣嘢先，當你咁樣睇聖經，你有冇覺得得幫助啊？記唔記得啊？同埋難唔難啊？唔難喎。嗱，你去到最層次、最高層次，乜都查到曬或者難。不過你基本查咧係並唔難嘅。同埋我覺得好重要咧，就是、一定係發掘裡面嘅即係神嘅屬性啦。咁另外應用啦，呢、這個經文有咩應用啊？睇呢張紙有咩應用啊？第十八節有咩應用啊？係啦，唔介意受苦啦，我哋而家受苦啦，唔緊要嘅，唔死得嘅，神會紀念，神會賞賜嘅，神都會保守嘅，將來會將榮耀俾我哋嘅 ，OK？ 同埋我哋可以盼望將來嘅榮耀喎，我哋努力侍奉愛主，神係會紀念，將來咧神係會祝福我哋嘅。十九節啦。係有耐性啦，係啦，咁咧，切上帝之物都等候神嘅眾義獻出嚟，咁我哋更加要盼望啦，係咪？盼望耶穌翻嚟。第二十節啦，盼望耶穌翻嚟都有一個心啊！好多人盼望耶穌翻嚟咧，成日就講快啲逃避，有啲人咧真係又真係話買咗好多糧食走去大陸，有冇聽過啊？有啲人咧，佢哋走去大陸，聖經有冇叫我哋咁做咧？聖經有冇話你走去大陸會逃避到咧？是逃避不到的，这个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是我们传扬福音，这个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挺身昂首，因为这个是得赎的日子近了。 OK， 好，第二十节有些什么应用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受苦，我们知道在一个短暂的时候我们不用介意的。第一节，我们将来会有自由，不过现在都可以多些自由，亦都而家可以有榮耀喎，而家都有榮耀喎，即係我哋生命嗰種榮光，我哋生命嗰種喜樂啊、平安啊、愛心啊，呢啲都係榮耀嚟嘅。咁第廿二節啦，嘆息勞苦，雖然咧我哋有疾病、有嘆息勞苦，但係我哋都可以盡量靠耶穌咧係輕省一啲嘅，唔使咁嘆息勞苦嘅。第廿三節啦，我哋可以有聖靈嘅乜嘢啊？果子更多結出果子，生命更多顯出神的榮耀，還有呢我們也都盼望有一天我們身體得贖，我們呢就將來的日子不再有疾病了，我們又盼望這個日子，我們都要保守我們身體的健康。這個經文也都另外一個含義，就是我們都珍惜神所創造的萬物。其實當你研究萬物真的很特別，神做這個那些所有的生物那種循環以至這個世界這麼平衡，是一個很大的禮物。好，我們一起祈禱下，求主祝福我們有這個愛慕神的心。我們一起起身，親愛的天父，多謝你，因為你真的將神的話語賜給我們是極度豐富的，求你叫我們用心去查考聖經，從聖經去發掘神你的心意，去明白真理，也都明白神的屬性、神的本性、神的美善。神真的好，神你做萬物是都是本來是完美的，但人類犯罪之後就嘆息勞苦，但有一天你都會恢復回的。我們多謝主，神呢你做真的非常奇妙，我們欣賞你所創造萬物，也都欣賞你做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靈魂，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我們將來呢是可以得回這個身體的得贖、靈魂得贖。我們多謝天父，求主幫助我們整個人